Barbie， 饭做好了吗？我好饿呀，我要吃饭。做好了，做好了，你先去洗手吧，我去给你盛饭。洗什么手呀，我都快饿死了。不洗了不洗了，直接吃饭。凯蒂，你知不知道最近新冠肺炎很厉害呀，还不快去洗手，洗完了才能吃饭。好好好，我去洗去洗。哎呀真麻烦。哇，好香啊，是不是要开饭了芭比？是啊是啊，你洗手了吗？洗完了，我早就洗好了。那你坐这儿等一下吧。好的。好饿好饿，快吃快吃吧。这么快，你确定洗了吗？我洗了。好吃好吃，这个汉堡真好吃啊。芭比，一会儿吃完饭我想和我的好朋友去玩。卡莉，从今天起你就不能再出去玩了。为什么呀芭比？你没开玩笑吧？我们都预约好了。我没开玩笑，今天新闻上都说了，新型冠状病毒能控制不被传染的最好方法就是不出门，勤洗手消毒，出门戴口罩，还有……行了行了芭比，你就是爱吓唬我。我不吃了，我走了。哼。凯莉，不行，我说了今天开始不能出门了。哎，这孩子太不听话了。没事没事，不让他出去就行了。喂，切尔西，你到公园了吗？凯莉，我不能出去了。妈妈说现在新型冠状病毒传播得很厉害，要少出门。哎呀，没事的，都是大人吓唬咱们的。不是的，是真的。刚刚我看了新闻，是真的。凯莉，我不出去了，我要听妈妈的话。好了，我要和妈妈一起收拾屋子了。拜拜。好吧，再见。哼。你不去拉倒，我找安琪拉去。喂，安琪拉，你到公园了吗？凯莉，我妈妈不让我出去了，是因为新型冠状病毒太猖獗了，传播速度快，能控制不被传染的最好方法就是不出门，勤洗手消毒，出门戴口罩。你是不是要说这些呀？凯莉，原来你都知道了呀，那我就不多说了，我要去给屋子消毒了，拜拜。哎，安琪拉，安琪拉。哎呀，我的假期呀，就这么在家里度过了，哼。凯莉，好了好了，虽然咱们这里还没有发现感染者，但是也要加强防范。上午你们老师发通知说了，开学时间往后延迟了。啊，芭比，这病毒这么厉害吗？没错，现在的疫情比较严重，所以你必须乖乖听话，在家里不能出去了。知道了芭比，我知道错了，那我们也给房间大扫除吧，消消毒。好的好的。肯肯，你过来一下。怎么啦，女士们，有什么为你服务的吗？好好说话，阴阳怪气的，又叫我干什么？我打会儿游戏不行吗？哎呀，还不如刚刚的态度呢，这态度不是找事儿呢吗？都什么状况了还有心思打游戏？好不容易放假不用上班了，就让我多玩一会儿吧。做梦吧你，每间屋子都要消毒，你要把我们两个累死。好了好了好了，我错了，你下达命令吧。这还差不多。凯莉，你去卧室把所有的脏衣服都拿出来，放到洗衣机里进行消毒清洗，能不能做到？保证完成任务。肯，你把家里的地面、桌椅板凳等所有的东西全部用消毒液进行消毒，能不能做到？遵命，绝对没有问题。哎，不对呀，家里的活基本上都让我们俩包了，你干什么呀？我要去办一件大事情。什么大事啊？我要外出置办咱们这半个月的粮草去啊。啊，还是我去吧，你去我有点不放心。你在家干活吧，还是我去吧。那你一定要记着戴口罩。你在家带着凯莉好好干活，我回来可是会检查的。我先走了。放心吧芭比，我立马就去干了。
哎呀，天哪，好多衣服，抱不动了，抱不动了。哎呦天哪，疼死我了！凯莉，没事吧？凯莉，没事的，凯，加油！好的，凯莉，加油！你好，测下体温。好啦，推个购物车，今天买的东西比较多。先去买点水果蔬菜吧。买点凯莉爱吃的草莓，还有肯爱吃的山竹。差不多了，去买点蔬菜。多来点蔬菜。地瓜、蔬菜拼盘，再囤点鸡蛋。给凯莉买几盒饼干，好了，去结账了。你好，结下账。好的，请稍等。拜拜，欢迎下次光临。拜拜。哎呀，肯，太累了。你说芭比她什么时候回来呀？哎，应该一会儿就回来了吧。我回来啦。你们两个表现不错嘛，把家里收拾得这么干净。那当然了，我给你们买好吃的了。哇耶，小朋友们记住哟，为了能更好的控制住疫情，也为了更加好的保障自己的安全健康，所以我们一定要做到不出门、勤洗手、早睡早起、锻炼身体。 Hi guys, please give it a big thumbs up down below this video. Subscribe my channel. Love you.